我现在介绍就是平板电脑接上 HDMI， 我必须自备一条 Type C 转 4K HDMI 这条线。那这条线的话，我现在用的是 4K 60Hz， 然后使用 iPad， 然后进入到这里面之后，现在是直立式显示。那这里面设定的话，透过遥控器按一下 menu， 可以看到截图模式是标准。那刚才手机的模式截图模式是自动，那唯一不一样的只有截图模式这边是标准。然后解析度我现在选择是 4K 60Hz， 那如果你是一般的 1080p 这种小萤幕的话，那你就可以选择1920x1080，从这边选择，这边1920x1080。